湾坐一部车子，那开到那个天线杆上面。彰化县秀水乡前天下午发生一起离奇车祸，这辆近300万的奥迪双门跑车，骑上45度角的电杆钢索，车钥匙还没拔，车主不见踪影。更神奇的是，跑车仅车尾保险杆底部插坏，车头右侧被钢索刮破，前保险杆水箱护罩掉落。警方查出，车主是住彰化的黄姓男子，怀疑驾驶有喝酒才会弃车绕跑。把车子先拖掉回来，然后通知车主来说明。调查业者指出，跑车速度应该很快，左转骑上钢索刚好卡住底盘。动新闻彰化报道。